习惯了。又是啊，又在啊了，真的是非洲霸主哎、欸！没有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抽卡真的是不归路，除非你自认是强运超人，好不好？可是，好烦哦。Duke 的慈母也是抽到的啊，懒猫的慈母也是抽到的啊。这个东西其实一抽入魂，真的，你抽到以后就一劳永逸了。一抽入魂。摩斯问个我，你有练美腿灯了，还要练小黑当狗粮队长吗？当然啊，因为美腿灯，你指的美腿灯是指哪一个啊？是你是指炎魔吗？还是指哪一个？通常狗粮队长人家推就是大天狗、慈母，然后鬼使黑、孤鹤鸟，通常就这四只会比较快。其他的不是不行，只是就速度问题而已。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挂着，我刷了20场了，可是你只能刷了10场，这就是效率问题啊。我会觉得说鬼使黑没有那么难弄啦，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弄一只。对，不真的不难弄，再刻一单就可以抽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他最近有出那个圣诞礼包，我有在想要不要再出。圣诞礼包是给35抽，我圣诞节那天我要开台工商，啊，没人约只能赚钱，我圣诞节那天我就出圣诞礼包，然后直接抽35张，好不好？直接屌客一波，鬼谁都进不去，慢慢挤慢慢挤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用我连接下载啊？不要他妈玩的那么爽。结果厂商说，摩斯你怎么都没有下载？怎么都没有人用你的下载，好不好？然后我阴阳聊已经不能加了，所以你们可能要再加别人的。我会持续的踢人啦，如果在我阴阳聊的人就是每天都要上，这个游戏每天上很基本啦。清醒灯哦，清醒灯，我觉得，哎，我是翻了啊，神了哦，果然还是妹子最猛。哇！我怎么突然翻车啊？这个没道理，我会翻啊！是我刚按到什么了？用 JJ 的啊、哦！不要再用 JJ 的，拜托你们！王友杰人气那么高，人那么 nice， 订阅那么多，你们一直帮他。御魂剑意识都放一样的吗？没有，看情况。你如果前面那个角色等级比较弱，比如说在20级以前的话，还是推荐上放三套二攻击，就是三套攻击15%的，对，就是比较推荐先撑高攻击力，然后等到你等级起来以后，再把你那只四神适合的御魂装上去。哪里有连结哦？给你。啊！我那个神乐没开妖术了，哦，难怪。JJ 都那么认真开台，摸死都不开。不是哦，我如果认真开台的话，我就会有26个员工没有饭吃哦。真的，我这是大爱。你们，我只是失去了2000个喜欢，不是2000，我只是失去了几千个观众喜欢看我的观众，然后他可能没有办法在孤单空虚寂寞时间看到我而已，但我是在养活我的员工啊，他们需要我，你要懂这件事情，好吗？如果有一天我的公司不去啊。那我就会回来开台了，没有再说了。其实我有在想过这件事情。如果我这一趟走完，还要不要再做实况组？还在想，虽然实况组很好赚。佛心公司，好，我们这一场一定要玩瑟雷西跟珍娜，阿西阿娜。
那只狗粮队长怎么弄到的？刷那个，哎，要不然我干脆写一篇攻略给你们好了啦。一直大家好像问题一直问，直播好像没有办法解决掉大家大部分的问题。要不然我写一篇攻略，那不然你抖我100枚，我写。好了，我找时间，我今天找时间写一下好了，写一个简单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已经被我看得很透彻了，它在我眼前就跟没穿衣服一样，身上几根毛我都看得见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我已经懂了，我都完全懂了。你就照着我的方法做，绝对不会有走冤枉路。对，写攻略 po FB po 链接，好好好好。那如果我写攻略的话，你们要帮我下载，好不好？不要抖100美，不是美，我最近讲话。为什么不要抖100美？然后我写攻略，你帮我下载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很好吧？我人那么 nice。一个月只开一次，在那边练才不是？你要想，我没机会啊。不是不是，我绝对不会写三个字刻下去，好不好？已经在玩了，不能帮你下载。白痴，你把账号绑定，然后再帮我下载，不是一样意思，对不对？别这样。已经载了，你就把你账号绑定啊。iOS 就是跟 Game Center 绑定，而且你绑定还会送你50勾玉。iOS 跟 Game Center 绑，然后 Google。那个安卓就是跟 Google 账号绑啊，对啊，你绑了以后，你把下载的删掉，然后再去用我的链接载一次，然后你再登录你的 iOS， Game Center 或是 Google， 就一样会有你原本的啊，就不用怕哦，怕屁哦，我不会骗你，我哪一次骗过你啊？除了常开以外，我这个人最老实了。我玩辅助嘞，乃是希望有 VOD， 有 VOD 啊，只是精华不一定有而已。我最近好像大家没有什么想要捡我的精华，我说我的团队啊，他们好像觉得放弃我，他们好像都跑去捡 JJ 的比赛，刚好有点饿嘞，应该打个，我想办法打个两场，如果都可以玩到的话，就去吃饭了，肚子饿了。请问把游戏砍掉然后下载这样有吗？不想绑哦，可以啊。我刚刚讲绑定是因为你有你自己的账号之后，如果你想要留着，比如说你抽到那个慈木童子或者是雪女，你就可以绑起来啊。看你啦，像刷手抽都不会绑啊，在刷到好之前都不会绑啊，就是下载删掉下载删掉，然后一直去拿那个想办法手抽。iOS 手抽最麻烦了 ，Google 手抽还可以清资料。射雷系带巨人勇气比较好，不要带坚毅连接。这个版本还是巨人勇气强一点。白痴，你知道我刚刚那个找到对战出来的时候，我刚刚手伸起来想要碰，我手伸起来想要去碰那个打勾，我操，好危险哦！中毒了，会出评论 LMS 开机的影片吗？不会吧？你现在要拿什么东西去评论？拿上一季的表现吗？来自上一季的表现，然后说哇，这个卡萨葛雷夫使用率72%，然后他接下来就不会再出葛雷夫了，葛雷夫已经烂到一个流汤了。我举例啦，对吧？就比如说这样，就没有那个根基点很弱啊。你如果说春季结束，我们做春季季前赛、春季季后赛的那个战前影片，那可以做啊。
我们会那个时间点会比较好，而不是现在这个时间点。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，那个你看，我还要介绍那个新队伍的新成员，我都不知道他会干嘛。窝石有去新北耶诞城吗？你是说那个大普罗吗？在那个华纳维修那边，我那天有经过。然后 Sally 就说他想要去拍照，我说拍你啊，金箔啦，你妈自己回去跟英雄联盟里面的大普罗拍照就好了。那天刚好是圣诞节的那个火节目吧，我刚刚去买东西，然后要去那个金色山脉的时候。拍这边，哎呀呀呀呀！拍拍拍！哎，我的王怎么还没出来啊？怎么他妈全都刷完了？练神乐好，看你啊，神乐是 PVP 比较重，然后秦明的话就是推土，对啊。如果你重推土的话，其实秦明会好一点。可是我比较想要打 PVP， 所以我就是玩用神的，我等一下秀一次我 PVP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符文御魂配起来真的是凶的。哎，我刚差点把我射线器变掉，吓死我！卡特嘞？哎，我啊，卡特变了，完了啊，不好意思，不能秀了，可惜可惜。因为我这一套鬼使黑的那个御魂很强，就是应该说算运气很好，然后都有加到速度，所以像就算对方有三兔觉醒，我还是有机会比对方三兔快。可是当然他如果全撑速度，我会输。可是通常他在还没有加速之前，我就可以把他的大部分的队员给砍死。所以其实这游戏就是抢快，我等一下砍一个给你看。可是我砍不大赢同等级的，就是我的角色卡还是真的太弱了，我就靠一个鬼石黑在砍，所以我 PVP 等级还没有冲很高，等我到时候练起来再说。胖子怎么一直在装潮？不是吧，我戴个帽子就装潮就冷哦，头不会冷是不是？就真的冷。我先去把我的这个身心，哇，今天就可以五星了，棒棒！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我差两只，差两只，差两只。然后我去砍一个结界给你看，结界突破。哎，这个都打完了，哇，他们有人打不过哎，试试看打这个好了。我记得我好像也打不过他，这是什么孤寂一样。因为我的其他卡太弱了，都没练。好，你看他兔子比我快，那这个我应该是，哎，他也是鬼齿黑，哇操！啊，我活着了，别死别死，别打我鬼齿黑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一打五，嗯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没有，一打五，嗯，好，再见，打不赢。白痴，他妈兔子加速鬼使黑砍过来，妈全死。好，打这个试试看，跟西门一样不练脚。好，对面也是有三兔，看谁快。哇，又他快，好输了。啊！那直木直接把我一打五了。好，我们还是去虐虐菜给大家看，我们打这个24等的。哎，欸，先讲瑟雷西，对方三兔，你看我比你快了吧？啊，一次打两个，然后再砍你的孤魄鸟，我再砍你的秦明，我再砍你的小童子，我再砍你的雪女，哇，舒服，能虐菜。真的是只能虐菜。欸，我要用 Mata 的天赋，Mata 的 skin。非洲人的悲哀，真的。再砍一次，哇，一刀全死，有没有？这游戏的爽感就在这。
好玩好玩好玩，超好玩。